哪一个阶段你觉得是最苦的？现在回想看，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苦。OK， 第一阶段苦就是没人认识你，然后你又不是美女，那就 不会有什么站在中间的机会，然后甚至主持人就是嘲笑你。再来可能是你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你的收视率好，那别人就眼红你，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操作。然后你收视率不好，别人又踩你，一直到后来有所谓的网路酸民，认不认识你他都可以就是任意的批评你的时候，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个心理的压力。所以这一行我觉得我们真的是经过一山又一山，有各种不同的辛苦。但是我们觉得说因为经历了这一些也会不会有一点心酸，常常在想演艺工作，我觉得我们是一群非常幸运的人，就是我们的工作都是美的呈现。那我常看到很多工作非常辛苦，因为像现在最流行就是送外卖，哇，你看到那么多外卖，然后风里来雨里去，然后有时候会发生车祸什么，甚至送命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们已经很幸福了。所以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苦，那我们就是应该要想办法度过这些关吧。在演艺事业当中也是很多美好的一些事情了。是，我们说甜的话，如果现在让桃子姐去想一个很甜的三件事，你会想哪三件或三个人物？最近小燕姐才刚刚得到终身成就奖，所以就我就回忆起跟她一起我们走过 TVBSG 那台岁月，我觉得就是非常的甜，就是大家很开心，然后记者也很卖力，然后我每天都进去做直播写稿，然后做奇怪的造型，我觉得那个就会是我们大家一起很共同难忘，不但是我们，我觉得包括观众朋友，那个就是我们真的大家一起奋斗出来的果实，非常的甜。唱歌也是，我觉得因为唱歌我到了很多不同的地方，不管是在这个中国内地或者是来到马来西亚等等，然后我觉得这件事也是让我觉得很奇妙，就是比如说云南的山里或马来西亚的闹市里面有一首姐姐妹妹站起来，然后泰国的歌迷也喜欢，所以这个是你当初在小小的录音室没有想象得到的一个何德何能的画面。这是我生命中很多时刻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就是 fighting fight for it 这样。所以如果说歌曲的话呢，陶姐你觉得哪一首歌是改变你最多的或者改写你人生的有吗？就是太委屈，到现在我走进 K 歌房都还有人在唱这首歌。那姐姐妹妹是有一次我去上湖南台的那个我想和你唱，我才知道在东南亚被改编成那么多不同的语言。小胖帮我写离开我，我也很喜欢，就是他其实也很准确的点出了我在民谣上面的这种文青气质，简单的吉他的编曲就能够凸显出我自己的这个唱腔，所以我觉得这几首歌我都觉得很感谢。那谈谈老公李李仁吧，他在你生命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大家会认为他是一个骑士，拯救了我，事实上相当程度我也拯救了他，因为我们俩相遇的时候我们都是被劈腿的，所以就也很不敢进入下一段恋情。在那时候的陶晶莹大家会认为是所谓的女强人，没有人敢追她，那我觉得我老公居然敢做到这一点，而且这中间也很辛苦，比如说就是一些周刊会这样子很无情的比较，我们互相扶持了。其实两个人日子就是自己知道，真的不需要跟别人交代，也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你自己觉得什么是对你才是最重要的就去做。其实在不同的阶段，如果陶姐自己看回自己的话，每一个阶段的陶晶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小时候的我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小女生，我常常被男生欺负到哭，因为这样被欺负久了，后来到了国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反抗，然后我有什么委屈我都要说出来，那时候当班长，然后还会跟全班训话，然后到高中也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呢到了大学我就觉得我完全的自由了，就是我能够完整的表达我想要什么。那到了工作，一开始在职场上我是没有办法去管别人对我的批评，然后慢慢的就是努力的稍微有一个小小的位置之后，我就是会很用力的去过每一天。然后等到有了家有了小孩，就知道人生的目标不一样了，我可能还是为了小孩为了我的家人要延长我的寿命，所以很多工作就不接，大部分都陪小孩，然后能够休养生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所以50岁才能再来大马开唱。如果你那种超能力的话，你会想要什么，然后用来做什么呢？就永远不会累，就是体能要这个满点。比如说吧，就照顾完小孩照顾完老公之后，你就会想说我不会累，所以我就可以写小说或写歌，或者是在想一个新的节目案子。